我们一直没有100%的制造，但是我们永远追求100%的生产。我们中天经济的胜利靠团队，而不是靠个人。没有受服就是最棒的服务。建和会以务实积极的态度，帮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。让一块简单的木头变得更美。大日科技呢？这个主张一贯的来形容我们的企业一次就把事情做好，行动是成功的开始。要斤斤计较降低成本，控制品质，高度创意，合作无间，拼命接单，追求健康、财富、荣耀、慈善与永续经营的事业。不是靠谁，而是靠自己。要战胜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所以我们超越不是任何一家公司，而是昨天的自己。以人为本，持续创新。我们圣伦是遵循的这个管理大师彼得·杜克的一句名言就是善用员工的优点，让他们把在这个地方有把它发挥出来能够创造公司的一个时机。我们企业的经营哲学呢，就是企业的永续发展就是不断的改变与创新。侨光科技追求品质与创新，创造企业的价值。经营企业秉持着创新、开发、永续经营为宗旨，增进员工福利。那么对公司的一个经营理念我认为有一个日本字5S 里面的 S 最后一个 S， 那么生美，那这个意思是教养。那么其实它讲究的是一个匠人的精神，那么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精益求精，做好最好的，那么每一个员工都是小小的一根螺丝钉，那么结合这个整个的环节，我相信可以做得更好的设备及环境。用心经营纺织业，用爱照顾好员工，不断的创新，一马步一片天的新愿景。谢谢。我想讲的是，虽然坚持很痛苦，可是我要坚持做对的事这是我经营的理念，就是说我觉得只要坚持然后做对的事，那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。开创新局持续前进朝既定的目标走，就不会迷失。我们立心一直坚持一个信念，那就是做就对了。越努力越幸运。